心灵蜜豆奶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群茂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在信心中突破。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，是我自己亲身的故事。几年前呢，我带了一位年轻人受洗成为基督徒。这位年轻人那时候在知名国立大学读了两个硕士学位，一个是数学硕士，另一个是资讯硕士，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年轻人。那时候我邀请他说，你差不多聚会了一段时间，你有没有考虑要受洗啊？他回答说，他想受洗，可是有些东西他还没有想通啊，所以希望我给他一点时间回去再想一想。我说好啊，给你时间回去想一想。结果过了一个礼拜之后，他就跟我说，他想要受洗了。我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想通了呢？他回答说，很简单呢，因为在数学里有一个叫做不完美的定理。这位年轻人告诉我，数学啊是人导公式导出来的，要导出公式，首先你一定要先有一个假设，再根据假设去推导公式，验证你的假设成不成立。但是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真正完美的公式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假设都是不完美的，所以自然也就不会有完美的公式、完美的结果。所以呢，他就想通了，他想啊，我再怎么想，再怎么追寻，再怎么问问题找答案，我可能呢，最后上天堂之后，我还不见得能够懂，所以干脆我先接受、相信，然后呢，上帝会告诉我答案是什么。果然他受洗之后，他成为一个对圣经非常钻研的、认真研读圣经的一位基督徒。亲爱的朋友，这是不是一个很有趣的思维呢？既然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想出一个完美的答案，既然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把事情想得透彻，那么我要不要调换一下顺序呢？先接受，先相信再说呢？这样的思维就是一种信心。在圣经中常常提到许多关于信心的故事，都是教导我们要相信神，必须要先接受过于先了解。例如有一段圣经的话说到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里讲到啊，未见之事告诉我们一个法则，就是信心，就是还没有得到之前你就要相信，这才叫做信心。要不然呢，都是你拿到之后才相信，那就不叫信心了。就好像故事中的年轻人所说的，我仍然没有找到最终的答案，但我愿意先接受而且相信，这就是真正的信心。亲爱的朋友，真正信心的思维是在事情还没有想通、还不知道结果以前，就先选择接受，先选择相信，这才是真正的信心。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一直让你想不通，一直困扰着你的呢？愿上帝给你一个全新的思维，使你能够有智慧的调整思考的顺序，并在学习、在信心中相信并依靠这位奇妙的上帝。相信上帝必要带领你在信心中突破，使你过一个从未想象过的精彩人生。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罗娟、大伟主持的《早安 EZ 购》直播，士林林良堂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。